那接下来呢，要先请呢现场的球员朋友跟着我，先将目光转向中卫的大幕，因为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今天主场球队中信兄弟的先发打讯。好，各位，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今天担任先发第一棒中外野手92号黄鸿猛炸岳振华。再来为各位介绍的是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二垒手98号越打越强越轰越猛岳东华。再来为各位介绍是今天担任先发第三棒三垒手黄金轰炸机74号许继宏。再来为各位介绍是今天担任先发第四棒一垒手29号上个月的单月 MVP 黄袍我秀陈俊秀。再来要介绍的是今天担任指定打击的陈大哥，昨晚4安超级猛打赏陈子豪。再来为各位介绍是今天担任第六棒左外野手，可以中信兄弟目前的全垒打王32号郑宗恩。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是今天担任先发第七棒右外野手中职蜘蛛人7号郑志豪。再来为各位介绍是今天担任先发第八棒游击手90号场上的小可怕姜昆宇。再来为各位介绍是今天担任第九棒先发捕手0号中信兄弟新生代铁捕兵吴敬畏。再来为各位介绍是今天担任先发投手80号鼻子尖尖胡子翘翘的超级强投猛登。最后为各位介绍是今天呢要带领我们一起拿下胜利的中信兄弟的总教练平野惠一总教练。大家好，我是李丹菲。중심브라더스공식유튜브채널구독해주시고팟캐스트샹디니라이스도함께구독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